是吃那个笋来了吗？是啊，吃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人看他吃那笋，他吃那笋都用那个推车一推车一推车吃。我问了一下那个饲养员，我说他一天吃多少？他说他一天吃40斤，40还40公斤，我忘了。哎，啊，熊猫，吃什么呢？吃什么呢，小熊猫？上这儿来来。啊。上这儿来，妈妈给你照一个。行。吃胡萝卜。他就是混吃等死。那吃胡萝卜呢？快点，来。啊。你看。对。你看他吃东西，像在那偷偷的吃的时候，他都不想看人，你知道吗？小刀。我妈妈啊。别当着眼了，看行。不当着眼，留下老远。啊。你拍录像呢？录像没空间了，啥也拍不。